我们今天玩的是呢战车世界啊 ，The World of Tank， 后面要加 S， 是一个 free to play 的免费游戏啊，是靠技术的游戏啊，不是靠花多少钱的问题，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加入的这个15 vs 15的线上游戏，无论是新手还是专业玩家，凭借着十多种游戏模式，因为它毕竟游戏也出很久了，游戏内呢还有新的战车啊、地图啊、任务啊，甚至国家等在内的定期更新，能够找到不同的游戏方式啊，体验与一亿玩家一样的快感。它的玩家数有1亿啊，这么夸张，这么离谱。它的地图总共有30多张，30多张的地图尽情发挥。地图的大小呢、地形呢、天气呢和策略都不一样，就是可能你今天开到一个地形啊，然后那个地方可能今天下雨啊，或者他们今天天气晴，那个策略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攀登山丘啊，潜入森林啊，穿越沙漠啊，或者在城市或者工业区战斗，召唤你的队友啊，制定作战计划这样子。它收录的坦克有非常多种啊。二战的传奇载具是战车世界的支柱啊，游戏有超过600台战车，你们看这边就知道多少台战车了、啊。这些都是历史上真正有出现过的战车。我刚刚看到一台超强的，看能不能用坦克压制碾压别人。我看到一台火力800的，就这台。前面还有这个像栅栏一样东西，这感觉直接碾过去无敌啊！胖弟弟，我以前是战车世界的电竞选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就知道这游戏是有在搞电竞比赛了，其实是可以玩得很深奥的。加入战斗啊，先随机战斗配对一下，来了，直接看我打炮轰烂别。我先看我的炮弹有哪些种：105毫米高爆弹、复合式穿甲弹、硬式复合穿甲，感觉高爆弹比较屌吧。你看画面多拧真，那听说这个坦克都跟真的一样。哦，小探头。胆小，这太笨重了！我的头扭不过来，我的头，咚！哭啊！我的头，我扭，不是啊。这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是一个极具技术的游戏啊，跟你氪了多少金完全没有关系。而且这游戏呢，它过去还跟很多 IP 合作过啊，它有跟什么少女与战车合作过啊，战场女武神系列的啊，战锤40000愤怒啊，怒火特工队，还有萨巴顿乐园，他们也会偶尔会跟别的 IP 做个联动这样子。新玩5阶的比较容易上手，我看5阶的像这种吗？好小一台哦，这么小一台感觉就要爆炸了。好，那个侦测机，我这血怎么这么少啊？460，不知道我只有460滴怎么玩？我要偷袭别人是不是？哦，我好快，我要绕大圈啊，我要 BD 啊，我用我的高机动性绕到敌方的屁股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我要冲过去给他们偷袭了。有鬼！不是啊，这火车打很小。我受不了，我要绕过去吊打他。单挑！哎、欸，修理！修理！单挑！哎，这台不适合我。我选错了啊，因为它这游戏其实非常深奥啊。我跟你们讲，战车啊有分5种，有轻型战车、中型战车、重型战车，还有驱逐啊，还有自走炮、啊，它分类很多啊。可能我刚刚这个玩法、啊、不对，像我应该要选个狙击性的之类的，多功能重型战车，有了吧？这屌了吧？这才是我们这个心目中战车的样子啊！这台一定行，你看这根这么长，这自古以来长就是了不起啊！这一台一定屌，轻型弹壳是侦察的哦，所以这个游戏这么复杂。你看，轻型坦克是负责去侦察的。打中一炮，刚刚飞机都打下来了。是打中了一炮，好啊，不是啊，有些战车是这样子，有些战车是你的鼠标移到那个地方呢，然后那个你那一根它就会跟着移动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，你的身体往前走，但你的鼠标可以往这边。那刚才有些战车就是它那一根动不了，它那一根就定在前面，你怎么走它就这样。他永远在前面。那有些是可以这样子，机制往前走一遍，你懂吗？不一样，那这个不一样，那哪个战车开起来情况不太一样？有啦，这个你看，我这个炮可以转了、啊。
哎，你们在那边挤三小，啊，火力太强了，不要挡啦，不要挡啦，我要冲了，不管了。哇！我太要弹。哎，脑震荡了。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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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了，不多，侦察伤害。都没调啊！必须得说，我真够撑了这么多下，还能活着。不行啊，这边火力太强了，我要撤了，我要撤了，偷偷的摸进去，打人家的屁股再说。啊！想不到吧？吃屎！他怎么那么硬啊？傻小！不是，他怎么那么硬？不是啊，他跑得比我快啊，他就钻到我屁股后面啊，这个人超级心机的。换一台，换一台。这种车开出去是当炮灰吗？我很好奇啊，火力只有60啊，生存能力4，这个很强。那不要骗啊，我玩一次，你多强？哎呀，怎么打到自己人？这边，这边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再来啊！我架好枪了。谁敢出来？屌打！这是白痴吗？这是白痴吗？再来啊！对，我啊，被打屁屁了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直接拧过去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可以穿过去，直接前进。暴打！我会躲，不管啊，在那边躲。我喜欢战车要素的人一定要尝试看看。他总共现在有600多台战车，而且都是仿真的，都是跟真的一样，就是现实中也有这台车的。iCap Stanley Don't 靠背啊，谁在叫我？哇，还有死黑是不是？难怪我刚刚那么快就死了，原来是有死黑啊。主播玩十阶车的时候，对玩过的就像在看铜牌打钻石场，所以十阶车太难了，是不是？感觉这个一二阶车比较容易操纵一点，这游戏比较简单一点。但是十阶车的东西就很多啊。我选择一二阶的，比较可爱的。803，啊？四台啦，四台803，有更屌的，超级极速逛街，快还要更快啊！套用我们的涡轮增压器加入战斗，哇，这是太快了吧！看我这是无情 BD 哎，直接绕到别人屁股后面。哇哇！直接穿梭，直接朝对面屁股开射。哦，被发现了。没事，我超快，我超快，我超快。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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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小，胆小，谁他妈射？哎，超小，这好像比较强哎，什么 T2 Light 的。是坦克差距吧。顺带一提啊，现在这个战车世界 World of Tanks 啊，除了有 PC 版以外呢，还有手机版，所以不方便用 PC 版玩的呢，也可以用手机版玩。刚刚有人说4、5阶车比较好玩，为什么？我随便选个5阶车看看哈，看一下火力最强的279，长得很畸形的大炮，好像一只鸟、哦。但那个鸭子哎、欸，感觉出来了没？这个鸭嘴，这是头，这就是那个鸭子啊。这现实真的有这么可爱吗？是自台的、啊、火力大压车，我这是自走炮，真的是。队友先帮我侦查一下，我来屌射他们一顿。暗虚。有，这就是天眼模式吗？太好玩了吧，这模式，这太自走炮太好玩了吧。哇，他也前前后后，他巨可玩。没事，我预测到他等下往后，他要缩进去了。就这边，就这边，他怎么不往前了啦？他怎么不往前啊？他往后，他往后，他往后了。就是这样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欸、他作弊吧？他怎么又往前了？太过了吧？我不信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就
往前往前下去。哎，怎么可能这没中？再试一次。就是你这个傻逼！啊！速滴血杀手，这好好玩啊，这好好玩。中了！重伤，看到没？他动不了了。再来，再一发，准备下去。该下去了吧？还不动？不中没中，那你？看到了，躲在树丛里面，什么水平？啊，把你抓出来，靠背不见了。战草会提升隐藏值，开炮要等收圈才会准。开炮的一下容易被别人。所以我这种自走炮应该蹲在草里面狙对对面就对了。哦，直接看不出来我在这儿，好屌！准备下去喽，想要先哇，被队友收了。哇，刚开始会玩了就结束了，但是这蛮好玩的。用自走炮在后面一直收人也太爽了吧！好玩而且不花钱啊的战车世界，有兴趣的玩家赶紧点选我们这个聊天室的置顶连接下载啊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战车世界的环节啊。